亚太是我们的共同家园，维护亚太和平稳定，促进发展繁荣，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。亚太各国既有人员密切往来之力，也有跨洋相望的地利之便。我们顺应市场规律，抓住经济全球化、区域经济一体化机遇，领风气之先，走在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前列。亚太地区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深化，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，符合亚太各国人民愿望，也必将继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。